嘿，大家好，我是沃卡。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开箱 ，Switch Lite。嘿，大家好，我是沃卡。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箱，就是我们的 Switch OLED Model 终于来啦。OK，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从外观先来看起。那这次的 Switch OLED Model 呢，它从外观外盒的部分啊，原本是横式比较长条一点的，已经变成了直式稍微的高一点点的样子。那这台 Switch OLED Model 最大差别啊，就是在于它的萤幕使用的 OLED 的面板。那这 OLED 的面板啊，对于掌机的体验上来说，应该是可以提升不少才对。而对于桌机，就是接上电视或接上萤幕的玩家来讲呢，它的提升虽然是比较少一点。但还是有一些东西有稍微的帮它给升级强化了一下。那我买的这台呢是白色的部分，另外它还有红蓝的配色。下方这里呢有写上 OLED 款式，这一台呢是台湾公司货。背面这里呢也有讲到它最令人惊艳的地方就是它总共有桌上模式、TV 模式，还有掌机的模式。我自己呢，个人是最常使用 TV 模式，大概90%到95%都是使用这模式在玩的。少数的时间呢才会拿来手提模式使用，但是这一次的 OLED 改版呢，其实对于桌上模式跟掌机模式是会特别有感的才对。哇，那首先打开来，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是主机跟我们的白色 Switch 的 Joy-Con 手把。那这次的 Joy-Con 手把呢，据说好像也有稍微的改变了一下它的尺寸。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买的这个是白色的部分，但与其说它是白色的啦，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带雾灰的感觉哦，轻轻的，其实有点水泥灰的样子。主机的部分，哇，最大升级应该就是它的画面整个变大了，然后据说它的面板上面也变成玻璃的样子，其实好像有改，又好像差不多。敲这个声音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才对。但是呢，整个在面板的部分是差距非常大，这里的大小跟这里的大小其实真的用肉眼看就差蛮多的哦。这样子呢，在掌机的部分还比较饱满，而且旁边黑边的部分整个都被消除掉。接上 Joy-Con 之后呢，大致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整台来看呢，它的萤幕是更加的令人舒服一点啊。接着下方只是有一张健康安全的资讯说明跟一些使用说明指南的部分哦。然后我们直接看下层，哇，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应该底座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这边有附上一条 HDMI 线。然后两条哦，不对，变压器的部分呢，其实它的差距是没有的啦，两个都是5伏1.5安，然后15伏2.6安。接着还有两个这个 Joy-Con 的5万代，哇，那这万代的部分呢是纯黑的哦，纯黑的搭配白色应该会比较跳色的感觉啦。然后接着是一个这个手把架的部分，那其实手把架说实在的，我很久已经没有让它出动过了。早期在玩《契丹大作战》的时候呢，还会拿 Joy-Con 接在上面，两个人奋力对战。最后就是底座的部分，那这次的底座呢，其实也有做了一些变动跟原本旧版的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那白色部分，其实在这个面板的部分它还是有一点带灰色的样子。其实这样子看比较没有纯白，但是呢，应该也比较不怕脏。然后它的里面这一个夹层全部都是用类似钢琴烤漆的感觉所以看起来的质感是还不错的，只不过这个指纹粘附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背面这里的话呢，打不开，它是会直接整片掀掉的，它没有做那个扣住的转角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要把后面这里打开就会直接掀掉。那后面这里的话，它是总共有3个 I/O port， 一个的话是电源插座，再一个 HDMI out， 最下面呢是有线网络的连线。不过呢，也因为有线网络连线的加入啦，这个有一个 USB 被拿掉了。那有线网络连线的部分，我到时候也会测一下它的连线速度给大家看。那在里面这里这个散热的地方，其实它有做一点点不同的造型，然后呢也稍微放大了一点，跟旧版其实是有差的。那这个出线孔的部分其实它有做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异，就是稍微大一点，然后稍微圆一点看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啦。那其实两个底座这样摆起来，大小上来说是有一点点差异，但不至于差太多大家可以看这样正面一黑一白 ，logo 的话是稍微变小了，但是我觉得小起来啦，质感也是不错。宽度的话是 OLED Model 这个底座稍微的大一点点。那其实，在背面这里啦，变动是比较大一点的，因为刚才有讲到嘛，这个旧版的是打开之后它的这个盖子是会扣住的。那新版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你家有小朋友会给你拆的话，拆了可能会掉，然后它可能会把它弄断或弄不见之类的，所以要稍微注意。
后面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你看这个散热的造型这边是不一样的哦，这里是直接可以，比较可爱。然后这边呢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造型，虽然说一样是通风的位置。那再来就是 AirPods 的话，它其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其实后面这一组的大小啦，新的跟旧的、哦、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大小哦。重量的话呢，旧的底座是 325.8 公克，新的底座反而是 310.3 公克，所以呢在新的部分呢其实是稍微再轻一点点的哦。这个旧底座哎、欸、你有点比较沉重哦，老了可能会中年发福吧。好，那在开机做了一个简单设定之后啊，其实在刚才的过程当中呢，我最大的感受是新的 OLED model 除了萤幕变大哦，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占比两边变大，而且黑色的部分哦变得更加深邃一点。其实我现在这样子在看啊，就是这一台的黑色是有一点反光，可是这一台的黑色呢它就比较不会反光，它比较深邃，比较黝黑一点的感觉。那当然这是因为面板的使用啊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在看起来会有差异。再加上呢其实这两边的黑边哦看起来虽然说已经久了是有点习惯，可是有大的当然还是大的会比较舒服一点。那音效的部分其实在整个设定的过程啊，它的音效这样再跳出来哦，我觉得掌机模式的体验它的音效肯定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感受，因为它的音效其实是进步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啦。那上方的部分其实它的差异就是在于这个开关键啊，其实都有一点变样子，而且它这个开关键啊其实有一点点再缩的更深一点，所以你在按的时候啦要稍微的往里面按一下，那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个误触，不小心让它去睡眠的感觉。如果是在玩网络连线的游戏啊，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设计。那音量键的大小稍微变宽变扁，然后再来是旁边的散热。其实我觉得旧版散热好像做起来看着的样子好像比较大一点啊，那新版的是变成这样子细细的，比较有一致性的样子哦。那其实整个排列方式啊都蛮像的，一样是开关、音量、散热孔、3.5mm 耳机孔跟卡夹的置换槽。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这边啊，这个圆弧形的部分比较接近萤幕的部分哦，在这边呢它是有点类似钢琴烤漆的质感，可是在旧版的这边啊就是一样是一个塑胶的外壳质感哦，它这边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化，不过以钢琴烤漆来讲应该就会比较怕这个所谓的指纹粘在上面啦。背面的部分其实有一点特别哦，因为它的支架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哦，原本的支架就只有这么的小一根，那记忆卡的部分也是藏在这个下方哦，可以来做一个安装记忆卡。那后面还有一些散热孔的排列啊，包含这个防呆系统。这个新版的话它整个支架就变得这么大一片，而且它是无段式的可以调整，最高可以调到这样子，已经接近到整个摊平在桌上了啦，就是微微的这种浮起来的样子。那记忆卡的部分呢，目前为止是变成斜的，在这边一样是插在下面，藏在这个支架里面哦。可是散热孔的话，大家可以看，其实它的散热孔，仔细一看，它是变成整排都是网状的，然后呢，这里到这里全部都是散热的那个进气口的位置。这边到这边呢，也都是散热进气口的位置，所以它从原本后面这里啊，看起来比较小一点的面积呢，变成更大的面积，然后呢，更往下方转角的地方塞，所以在盖起来的时候啦，其实这样子哦，它一样有露出一个可以进气的位置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设计，就是比较不会去折到。下方的差异呢，其实也不大哦，就是两个孔一样，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底座应该是可以共用。然后这个 Type C 的插座也都是一模一样。旧主机的重量带上 Joycon 呢是 411.9 公克，新主机的重量呢则是 421.2 公克。其实两台在重量上来说啦，真的就没有太大差异的。我觉得这次他在设计起这台 OLED model 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呢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里，其实旧款的后面这里是蛮容易沾附一些指纹，或者说有摸到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或者一些水水的东西啊，它其实会附上一些些痕迹。可是，在新版的这一台呢，其实它后面这里就做成整个像磨砂材质哦，就是变得比较不容易沾附指纹。但是刚才说讲到这个，就是它的上面这里啊，比较像钢琴烤漆的地方，反而呢，它的指纹就会更容易沾附哦。你如果说像那个指纹鉴识哥的啦，拿那个棉花在那边磨磨磨，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指纹在上面。那再来就是它的握感哦，跟整体的重量，其实因为重量差10公克而已，我们的手真的没有这么的敏感到它会有很明显的差异。那整个握起来，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但萤幕的大小这样子变大，我相信啊，如果说你是玩掌机的，那个爽度的提升，虽然说从6.2寸吧提升到7寸而已，可是
是差很多的，真的很明显的差很多，非常大的差距。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是密特罗德的画面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人也有问题的地方，就是 Joy-Con 新旧版的有没有办法互相相容哦？其实我的旧的这一组啊，这个 Joy-Con 也是重买而已啊、哦，我现在把它插上去，交错使用啊、哦，这样子看看有没有啊？哦，登录了、哦，登录了、哦，所以应该是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你看现在一白，然后一紫，其实这样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两只 Joy-Con 是可以互相使用，也就代表说新款的主机哦，跟原本旧的 Joy-Con 就可以互相搭配使用。啊，再来就是我把旧的这个手把架也有拿出来，我们把新的把它放进去，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看起来白色的视觉效果会稍微的宽一点、胖一点、大一点，但是实际上你装上去呢，它的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啊，两边的话你要装进这个 Joy-Con 呢，是都完全 OK， 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新的 Joy-Con 的左边这边哦，我们的重量是 47.9 公克，旧的部分我们也是拿剪号这边，也是左边的位置，我们来量一下，一样也是。47.7 其实差不多啦，应该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所以在 Joy-Con 的部分应该它是没有做任何的更新，就是跟旧版的方式基本上应该是沿用的。哎呦，我怕它倒它其实就是蛮容易会合起来，而且因为它这个支架啦就只有这样子松松的这一段固定而已，那固定的话因为它只有单边嘛，所以一定比较没有那么稳。这个的话其实你看我这样子在压，它的感觉就是稳很多，那我一样压中间，其实很容易就感觉快倒的，所以它在支架部分是真的差非常多。那我觉得其实在画面的部分哦，其实细节上来说啦，说真的解析度真的肉眼看不到出来他们两个的差异，可是在眼睛呢以掌键模式状态玩啊，我觉得爽度来说是有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像你手机上的刘海 ，iPhone 那个万年不变的刘海哦，大家都一直很想要把它拿掉。那其实刘海的宽度啦，我觉得比这左右两边的黑边还要再更窄一点。所以既然那种刘海都会这么 care 的话，应该以这样子的黑边啦，大家在玩起来的爽度哦，应该会有差更多的样子。而且啊，这个在玩起来，你的眼睛其实会突然觉得荧幕有很有感的放大。就是有这种感觉，可能因为新机的那种心理作祟的因素吧，也会让你感觉到握起这台主机在玩的时候呢，整个玩起来那个 feel 啊，就是跟旧的很不一样。底座对于新旧主机的资源性也是全部 OK， 因为我有把它拿来测了有线、无线网络的速度，连线登录 Pro 手把也跟旧版主机无异。网络这块，我先拿了 OLED Model 主机啊，测了 WiFi 无线网络连起来的速度哦。连续按了三回合，下载速度大约在80 Mbps 上下，上传则是在20-30 Mbps 左右。选了有线连接方式，再按三次呢，就特别有感啦。下载速度直奔160-170以上的速度，几乎有种翻倍的爽感。上传则是30-40 Mbps 左右，虽然提升速度看似还好，但稳定度好像有比较棒。如果常买数位版游戏的朋友，或碰到大型更新的啊，接上网路线效率应该会好上很多。接着我又把初代 Switch 一样拿来测，我一样是把它放在 OLED 新款底座上哦。无线连接 WiFi 的下载速度大约在 40 Mbps 左右，速度大约是 OLED Model 的一半哦。上传速度大约是 20 Mbps 左右。接着接有线状态再测三遍，下载约150-180 Mbps， 上传也是30-40 Mbps 浮动，这个数字就跟 OLED Model 差不多了。最后呢，我又拿了蓄电加强版来测一下，它的无线下载也是在30几 Mbps。上传 13.8 Mbps， 跟初代的速度啊是差距不大的。不过也因为放了底座才发现啊，原来 OLED Model 的主机是比较宽的，差不多到了 17.5 公分左右，旧版主机大约是 17.2 公分，厚度的话就没什么差了，两台都是量电源这边大约都是 1.4 公分左右。接着我们就来实测一下这台 Switch OLED Model 的续航力啦、温度之类的东西哦。那我们两台主机啦，另外一台会拿蓄电加强版的主机来测，因为旧版主机一定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就不用比的。那蓄电加强版的跟这台 OLED Model 的主机呢，我都会同时使用今天最新出的密特罗德这一款游戏哦来做一个测试。那两个人的测试方式呢，都是把它使用桌上模式接上我们的 Pro 手把来玩，然后呢，它会设定成自动调整亮度。音量呢是设定在 58%， 也都同时连接着无线 WiFi 网路。那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测30分钟，看看到时候呢它的温度还有它的电力会剩下多少。目前为止两台呢都是充到100%的电力，所以我们就来开始
史策吧。那这款密特罗德呢，其实是属于类银河战士的先驱，因为它本身的名字呢就叫做银河战士哦。难度上来说，就我这次玩起来，真心觉得哦，是真的有的。尤其啊，我跟老婆大人是第一次玩到这个系列的游戏，所以在玩起来呢，就真的不断的遇到 game over， 就是我们两个一直碰到的情形啦。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电量的部分哦。经过这30分钟的实测，旧版的蓄电加强，它目前为止电量呢是还有 90% 的状态。新的 OLED 部分呢，它也是 90%， 所以基本上这两台电量虽然说萤幕变大了，然后声音的话，我觉得玩起来音乐啊跟音效发出来的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闷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台是有一点点的差异。那现在的温度应该是 32.6 左右，那蓄电加强版的话，其实我觉得温度啦看起来好像也是在大同小异的状态啦。OK， 那么经过今天的测试之后啊，其实有感觉到这台 Switch OLED Model 呢，其实真的还是对于掌机来说啦，是有比较有感的升级哦。尤其大家看这个画面的部分啊，其实在玩起来，我觉得那个丰满的画面哦，充满在整个框框当中的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在色泽方面跟对比度的方面，看起来也是有提升到。所以呢，整个在玩啊，我觉得掌机一组哦，真的如果要买的话，要么就是 light， 要么就是这个。那你会选 light 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带，比较轻一点。然后再来就是预算问题。如果说预算没问题的话，我相信直上这一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画面啊，会给你比较好一点的感受。那再来就是里面的机体啊，其实64GB 哦，扣掉它的内建的空间啊，其实大概就50GB。我个人是觉得还好，稍微一点点的。如果说你是很基本的、很一般的玩家的话，可能还可以买不到记忆卡。但是以现在的记忆卡价位来讲啊，其实要买个 256G 起跳哦，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记忆卡这部分跟机体这部分，应该也是算普通的升级。那唯一比较让我惊艳的地方啊，其实算是在底座的部分，还有它的 WiFi 的部分。WiFi 的话，它真的是有感升级耶，因为这样子在下载更新啊，或者是在载新游戏的时候啊，其实速度就会提升不少。那当然再来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稳定度啊，到底会如何？因为我觉得沿线玩网络对战啊，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稳定度的考验。那这一点可能要比较长时间的测试。之后呢，其实这一台我还会再另外去测一些像是账号转移，从我的旧主机把它转到这一台，这个我可能会去拍。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也会再来分享给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些很神秘的货康，到时候呢会在之后的影片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这个简单的开箱分享影片啊，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啊，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有什么你想测的地方，有什么你想了解的地方，也都欢迎留言给我。那我在之后的系列影片当中啊，就会来测试分享给大家啦。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罗卡，我们下次见啦！啊，别忘记顺便追踪一下我的 FB 跟 IG 吧，拜。